元直人呐，薛公子不是跟元直弟弟一向形影不离吗？怎么来我雨宫找人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我听到了元直的响尖声，他一定是遇到了危险。响尖的位置就在这儿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里有吗？ 如果想见，真的代表元直弟弟遇到了危险，我建议你赶紧出去继续找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让雨宫的守卫一起帮忙。哦，刚刚我听到外面一阵一阵的惨叫，是不是我的下人都受了伤，也不知道被谁打的。